楚宣镇艰难下，燕汉胸下气象乱，陈宝二段面目黑，绝对江州下人犯。傻逼，这什么面目？你懂中文？只会一句。这不就两句吗？在我们收到引联号邀请三角时候，就在 Grandmaster 上公布了这桩铁案。皮蛋，这一切跟皮蛋都有关系吗？狙神引联号。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？这又是一个谜题。如果我们两个联手都破不了的案子，それは人間の仕業じゃないってことになるね。哎，你俩别进来呗，哎，全都听下了。中国の探偵もな、タイの探偵に、日本の探偵もな。不远不退。各就各位，开始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游戏。终于见面了。